伊朗主席丹斯里哈迪奥旺先前抨击政府内的马来领袖无能，才会导致非穆斯林得寸进尺。那对于这番言论，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以反讽的语气做出了简短的回应。Tak apalah, jadi dia seorang tu kuat, biarlah. Okey. 安华今天在嘉颖进行星期五祈祷后，接受媒体访问时，简短地回应这个课题。哈迪阿旺昨天出席第65届伊朗青年团代表大会时，就抨击团结政府内的穆斯林领袖软弱无能，才会让非穆斯林领袖在清真认证课题上叫嚣。而此外，哈迪也抨击政府无法捍卫涉及伊斯兰的神圣事物，免受非穆斯林的干预。